抢麦克风是叫大家都只要问赵康就好。赵先生，我先问你第一个问题，听说你要选总统是吗？中广董事长赵少康与资深媒体人陈文茜在台上一搭一唱，看得出好交情。一日同台讨论台湾的能源政策，前台北市长郝龙斌也是特别来宾，专程来站台，难道是用行动表态支持赵少康选国民党主席？不会不会不会，因为你看我刚刚就在唱衰他，会不会一选副手都是我？要是我跟他，就会显得他太老。谢谢。当然他是很好的候选人。是，我对他的能力以及对他对于政治判断，我是非常有信心，也很佩服。挺谁选主席敏感问题，两人就是不松口。不过赵少康最近动作频频，日前还在脸书上点名江启臣、朱立伦以及韩国瑜，要一起接受深蹲运动挑战，却独漏右翼参选主席的连胜文。难道是两人有心结吗？每个人指定三个人，没有什么特别。对连胜文，如果真的这个我没注意到，很抱歉，我没有。完全不是故意的，真的不是。隔空向连胜文道歉，还要大家别见缝插针。不过最近动作频频的还有他。前新北市长朱立伦近期也频频公开露面，全力冲刺主席选情。日前还找来前新北市府团队参叙，却独缺侯友宜与李四川。难道一场党魁选战，让党内人士开始选边站？那侯市长也特别跟我说，那一天公务比较繁忙。那前一段时间我们也有聚会，就跟他们关系还有都非常好。澄清还是好朋友，不过蓝营党魁选战台面上下暗潮汹涌，各阵营合纵连横，叠对叠，谁也不让谁。环宇新闻陈面瑜的请林凯伦综合报道。